就像同学说的晚安，啼笑正在耳边扩散，想要故作矜持，可发音太慢，想起已经把梦境渲染。假如气氛的奇迹果实不厚，再渴望我是你还是神偶，雨后气氛的秘密，剧情中设定的声音。确切的预感是一笔念念不忘简单，假如气氛的奇迹果实不厚，此刻问我沉溺还是山楼，雨后气氛的秘密，剧情中设定的声音。的距离，仅限于此的虚幻阴影里，与你独自沉溺。You're so too many things.